一人条就是七条，继续来看到这支冰，一支卖80元，含一粒便当冰柜，这么贵，同款是卖甲无货。原来伊可能俄罗斯其他冰界面露，原料就是产量少，介绍又个贵的中华包心金蜜酸呀来做其他冰。内底当食到天然的酸呀，因为冷冻过，营养袂走去。上高级的金蜜酸呀，一公斤会当卖甲200元。农会甲一寡较无水的拍掉，送到加工厂来做其他冰。看到今年色面真好，色酸呀。瓜，或者个金蜜酸啊，会当顶杠有名声，下杠有出名。酸啊，一箱一箱送入加工厂咧洗，花甲卸掉了后，一粒甲切做香饼，甲叉签啊，甲插入去锅巴内底，赶紧甲冷冻起来。这就是正港100%纯锅巴的金蜜酸啊，酸啊签。表皮要很金黄的，然后不能太熟，也不能太生。拍开包装，这个酸啊味是安尼香滚滚，这个加落去安尼清甜佮透凉，随伫嘴内化去，食着真清凉消热。不过安一支酸啊签都要80元，会使讲是 LV 顶级的酸啊签，价销售较悬啦。不过食过民众拢学了赞，真的新鲜，真的好吃。彰化县埔心乡，现在是金蜜酸大出的时，产量占全台湾的95%。不过要是无爱闻酸的遐多，金蜜酸特级品一公斤要200元。较早遐外形无好，拢甲拍掉。不过现在埔心乡公所甲农会有去地角着商机，甲遐外形较无好，甲做成酸啊签，佮标榜天然的锅巴，一方面有锅巴的口感，一方面嘛确保营养袂去流失去。而且我们金芒拥有很特有的土芒果的香味啊，它的甜度达到21度，你吃起来每一只芒果都味道都不一样。山啊山啊签热销20000多支，农会搁趁势咧拼赌，杀出这个山啊干，同款受到民众的喜爱。农会希望将来会当提悬彰化金蜜山啊的出名度，嘛通来抢占热天的冰品市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